我们这轮能把五星给过了就行。哇 ，Q 你一下，二段 Q， 三段 Q 走了，扎一刀。平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快点晕，我扎你一下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。打呀，不打了，吃个药。你说停停不打了，不着急，他这边要跳我们不好打啊。谢谢蓝林汉的大嘴巴子，大嘴巴子，还有一分钟了啊。 A 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扎一刀点烟，一过来闪血，为什么 A 不着？我放不了他走！我靠！有点烦啊，有点烦。还有20秒开奖啊，现在是1/4的中奖概率。哎呀，这都没死，真是狗屎，真是泄愤呐，真是泄愤，不给你个渣。真是狗屎运呐。谢谢丁宁 Grofo， 来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三段 Q， 链住，给一刀，平 A 让他砸，精神病 ，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我死了，呀，他怎么 E 好了呀？他 E 怎么好了呀？坏了呀！蓝林汉让愤怒冲昏了头脑。但愿今天我能遇到些许挑战。武器无敌了，跟他无不无敌没关系。我有点膨胀了。你也有点膨胀了，我说实话。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，哼，你啥意思啊？我要让世界精彩。怎么的？第一波让你丝儿血跑了，还装上逼了？啊，还装上逼了？你等着，我看你的逼。能不能装得起来？你是小母牛生不了孩子，你是牛逼坏了，给你。从现在开始，小伙子，我得让你见识一下地狱。被诡计陷害到这般模样，被困在无尽。刚才谁中奖了？俺们过没过五星挑战？先去插个眼儿去啊！呀，他生了，他生了可不好办啊！他生了，俺们稍微猥琐一点啊。这波生的没办法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
连打断链儿，二段扣 A 一下，三段扣扎一刀套点盐，来平 A。操，又没死。哎，你这个逼运气是真好，我发现。嗯、啊，我就发现你运气是真好。这是我给你的小礼物。这别人补的。哎呀，X 标行吧，快速回城，但我感觉他应该吃着经验了，不过我也没办法，这波兵线不卡进去，我说实话我也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咱来个布点还得吧。没事，我们先让他升级，他升到八级，我们级比他低，我们再杀他一波，我们级就比他高了，明白没？我在第五层。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三段扣链儿扎。一段扣开大招 A 一刀，二段扣，三段扣一扎一刀。闪现平 A， 我给你个嘴巴子，还跟我装上逼了，还我在第五层，你在地下十八层。我控波兵线吧，我也推不过去了，拉倒。回回闪现一身血啊，回回的，没有一回不剩一身血。小伙子，我指定是不能让你好了。你野怒的是蓝林汉，他的名字叫做蓝林汉，他是一个混血儿。一段扣一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来跳舞上当了，来致命点盐 A， 一走一段扣，怎么的？嗯、啊？怎么的？我看看怎么的？我还怎么个事儿这是？哎呀，那他传送了，那就让他走吧，那没办法。还跟我传走了还？少吃兵线啊！一段扣，二段扣，链住扎一刀，扣一连平 A。 来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
Q 一连开大招扎一刀，来来走来走，哎对，一段 Q 二段 Q， 我能让你吃到冰，太装上逼了。拿下，不堪一击。打野是个啥？蓝枪，一会儿他俩来都打不死我一个，他俩来都打不过我。先出可血战斧布甲骸，我们无敌了。他三项出的好快呀、啊！我可血战斧刚出来，他三项出来了。其实也对，水晶瓶就相当于我们多兰盾，皮还白给的，没要钱。嗯，药瓶就相当于我们半个布甲还半个皮还。猴哥，真不是我说，这一波你可能要够呛。嗯，他没过去啊。一段扣链住，二段扣就一连扎可血战斧。嗯，防御躲塔镀层要脱落。我没想到啊，扎点炎 W 链柱一段 Q A 二段 Q 平 A 三段 Q E， 你死的好蠢呐、啊！哎，我们以言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哎，走了，轮到我回城了，上来来，一段 QE 二段 Q 补车链住，我扎一走开大招来，一段 Q 二段 QE 闪呀，闪慢了，哎，闪慢了，闪慢了，闪慢了，扣一段，扣二段，扎！哎呦我！可血战斧，仁慈的，想省技能了，你知道吧？想省技能了，刚才这技能省的不应该呀。我本来觉得那个 QE 能打到他，完我又一看那没打到，不行交个闪算了，闪慢了，要不然他早就死了，我都用不着死这波，狼了一波，狼了呀，这是狼了，把这卖了，买个十字镐，玩个猴连卢仙你都打不过啊，
看我的！看我的！没玩好，扎了好几下都没扎出来，给自己平 A 打断了。亮！这猴是真菜呀，这猴！第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他不敢上，你还真敢往上上，我天哪！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又没扣着，给我一顿定。锤石给我勾，你还挺会跑。腕链，哎，好勾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可越。来，一段扣，你到底越不越？怎么退出了游戏呀、啊？搞什么呀？咱先打个蓝的。回家了，哎，好像可以不用回。这中路白送的三个人头，我不拿白不拿呀。来 ，Q 一连链住，二段 Q 一扎一刀和血战斧，我将刺入你的灵魂。哎，哪来个蓝枪？就一连啊，扎一刀，平 A 点人 ，A 一下一过来，链柱开大招 ，A 可血战斧 ，Q 一下平 A， 哎呦，那哪有蓝枪出盾弓的，像个精神病似的。你也打不过他呀，出个九头蛇不？出个九头蛇吧，对面也没啥，没啥前排，我出个右装没用啊，都后排我打得疼就行了。找到这个猴，快跑！别送人头。链一段扣，扎一刀；二段扣，三段扣 ，A 可血战斧，倒钩一段扣 E， 开大招；二段扣 E 扎一刀，链住 A 三段。哎呀，我这三段扣呢？一段扣，二段扣，走。谁敢搁这回城？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和血战斧，三段 Q， 走位，快走位！哎，我手好疼，这把打完歇血了吧，兄弟们？不行，我手太疼了，我这右键。
握鼠标，右手握鼠标，握操作不好了。卡莎脚本，这个卡莎的走位确实是可以的，但不是脚本。收刀，给我收刀！戏命师，我看你在玩命！戏命师，戏命师是吧？戏命师，先走一走。回一个血，不行了，他们风筝我有点厉害，这个风筝有点受不了啊。又狼了一波，不过我的队友应该能把他们都收了，这卡莎的装备不错。你看，是不是还是 Q 着了？这波二换四可以接受啊，我们这种上路啊就得充当一个上去骗啊骗巨龙的一个角色，你知道吧，死其实就死了，把对面技能都给他打出来，我们家的队友才能收割掉。哇，这拉克斯这么猛，这拉克斯跟我上猴，你别死啊！回头狗，扣叶，算了，打个蓝去吧。死的有点快呀，这好快呀，好快的枪啊！打了个蓝 buff 还可以啊。我们打个蛤蟆吧，走。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不知道啊。反正中路是干起来了，咱们赶紧去。人有点多啊，这位置给我卡住了。先把跳弹给他打了。这拉克斯今天走不了，今天他肯定走不了。猴，跟我杀的。这猴也太垃圾了。不行啊，猴猴，我推荐啊，你去斗鱼475252，我推荐。这猴不行，这猴。